你做稀饭啊？啊，早晨清爽。啊，有又要提出来一个吃。现在你在哪家吃斋饭子？金盖楼的，这是我在屋里吃个上金楼的。妈子，你不晓得，你当下汤在对了袋子当中，这两个小朋友晓得了，好吃吧？啊，是。那张地肉。这是我的第一点的。你也不懂噻，三龙是三龙，金盖是金盖，连那三龙我都去煎了，皮开肉嘞。我问你，那是做烧水人嘞？三龙还穷，没吃干。你的跟自豪蟹的多啊，这个你们盐城没有的，我们苏州特产景叫馒头。好，再倒个。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太吃太吃太吃，味道好极了。哎，你那个汤吃带自己高。就是呀，太好吃了，那个就是浪费呀，精华都没有了，灵魂都没有了。哎，当时我不来塞，不得了，谁不塞的鱼啊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多少年没有清理了那个托盘油烟？我多少年呢？就见他几个月啊？哎呦，你为啥三四十几年要买点鱼啊？下面吃汤圆了。十二月份的汤圆圆又圆，连汤带水。没下去了。哎呦，吃三只。不多了。不多不多，三只也得了。哎呦。你打的碗。我老乡，我有只苹果，我不来给。爱子一家，在最吃吃在。谢文道。一张我能够得的才是娘豆。下雨了。哎呦，老东仔，还是还是，真是真是，汤豆，谢文道，快点，还是都进来。晚上五只仔，一四只，锅里头来他一只，芝麻娘八个仔。风卷残云啊！那些我是死好吃，一口一个真爽。一年天上山下乡生活结束，现在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我们后会有期啊！等你那个大通弄好了，叫我一下啊！那我来接你啊！哎呦，谁是不晓得哥哥吃两个吃得了三堆锅盖死啊？这个时节，天下无不散之宴席。